连续砸击，打肋部，再往下压，是过腿了，又给一拳。最后十秒钟，这场比赛就要结束了。齐全威继续砸击，这几拳打的都十字固，十字固拍了，拍了，拍了，拍了！哇，这是一个最后时刻的十字固啊！没错，我估计应该还有三到两秒钟的样子、啊。对，就在我们那个十秒钟到手的那个木板敲响之后，是没多久，马上是拿了这个十字固，完全没有想到啊！我本来以为就最后到了这个齐胜位之后啊，对于冯鹏潮来讲，我们刚刚说第三回合平稳降落就已经没有问题了，我以为拿到齐胜之后他会保持住这个摆位，持续的给几个砸击，嗯，但是没有想到砸击的过程当中，哎，看看后空翻，还是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的位置，单纯的去给了这么一拳之后，拿到了一个十字固的摆位，没错啊，对。